就是一开始提到80年，对，刚80年的时候，你应该是大学毕业时间不长。哎，那我什么75年就毕业了。你对那个80年那个时代的变化，那种气息的变化，到现在还记得清楚吗？那从70年代到80年的文革结束，人的精神状态啊，各方面的因为80年那个时候，它基本上中国社会吧。这个那是发生很大变化了，那是发生很大变化。当时我记得那一年80年那年，我从出版社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出版社，从出版社我就交到西安市那边了。西安市那边有个刊物，在那当文学编辑。那个时候我已经七年吧，我已经在全美回过短篇小说奖。七七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着上海啊，满族人啊，就是流行化的上海那个时候，江红文学啊，那个时候一直到80年代初期吧，那个中国它这个社会这个发生改变，从文学上啊表现是特别明显的，就文学上经常是突破一些阶级线些气层，其内容上。那题材上突破后的结局就特别引起轰动，那个时候你作家的那个时候是最受关注的，又是一两篇文章一下子全部就知道了，全知道。当时我交到西安市编这个刊物的时候吧，大量的来稿里边就你能看出不轻易突破这个结局，实际上这个突破结局实际上它拿现在的观点来看，它不是文学要完成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中国那一种，文化革命刚结束不长时间，它只有这个突破。那个是中国言论不像现在这么啥话都可以谈了，激烈那么众声喧哗。那个是基本是靠小说，靠小说来。一会儿头发也是头发这样头发那样，所以那稿子特别多，而且看我当时显示的看我也发现20多万，最大的看我发现几百万啊，几百万，这个稿子特别看我特别好编，特别好编，那稿子特别多啊，特别这么一编都有人买，也是都是说现实问题的啊，都是回顾文革那种。还不是回顾，就是有些文革的，有些这样那样的，而是突破了以前人不没有一些进取吧，这个明显，这个印象特别明显。那个时候还真才是那个三十岁，刚三十出头啊，三十出头。对，那时候就是也是胡耀邦刚才主政嘛，就是。一些地方就是那个互不挂这个领导人的像，可能也是打破个人崇拜的开始。这个杨姐，我给你回答你看，杨姐那个时候这些都没太注意这个，因为啥？毕竟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个从政治生活这方面爱国，还比较年轻，还是那个对于这个政治上这些东西还不是特别敏感，你不像这个。40、50岁那个是经历了好多事情，他特别敏感那个东西，所以具体那个就是不最关注，因为像这事情我东西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更关注文学本身啊，对，那个是才学的一些东西，才开始学一些东西。我看你刚才那个回答，就是女排夺冠的时候，你自己还那印象很深刻。女排夺冠那个时候。当时在一个线上吧，比较小心的黑了，大家激动的也是那一夜都没睡觉，在那片子那当时给人印象最深说，哎呦，这个原来在这概念中的世界是离在遥远，那么这一得冠军，好像中国人也能得个冠军啊。原来说乒乓球呢，咱乒乓球赛圈那太小了啊，就觉得哎，女排也能得冠军，这冠军。这个世界的美丽在开进很嘛，那个时候不是还当时社会上正放一个那个在这之前嘛，放那个排球女将，排球女将是写日本的，对，日本里边有那些小罗锤子，你看我在记谁，小罗锤子当时一个很知名的一句话就是
诺林匹克，就是叫当时那个影片吧，就是限制一批那个排球运动员，也就要争取进奥运会比赛呢，就是进入这个中国世界这个根据里面去打球。当时我回来在家里就写了个目标，奥林匹克啊。那你内心的奥林匹克应该是文学上的啊？那当然嘛，这文学上你说是奥林匹克，基本上是从世界那个平台上啊，争取到那儿啊，当时就是那个想。就等于当时体育，它那个奥林匹克这个就代表有跟世界的一个联系，对对，哎，对对，就是给中国人打开就是向世界的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吧，一般不管时间上发生的事情，自己的事情都弄不清，刚还没弄啊，所以说这个那个时候大家是考虑的，那世界那个意识，中国人有这个也东西。那你的励志也算是女排也是励志的偶像，当时好像整个社会对，哎，那个时候中国时候他正想宣传那个女排精神，女排精神嘛，我记得最清楚。前几年给人谈女排，不知道是弄一飞马是哪一个世界杯，回来以后不是习总学中选部长接见了吗？习总学还讲陕西话讲话，印象最深就是说一句话是：“求求解辛苦。”反正这是我记得，你就记得他啊，这个记得当时那个话。当时我说：“哎呀，这那个什么，咱对人家习总学那个事也不是很熟悉。”我刚知道是陕西人，我说：“哎呦，你看他说陕西话。”他说的，说这个求求减辛苦，那不是人说的，盘中餐你也减辛苦，就是那说。是在电视上吗？电视上。当时电视还比较少见。电视少了，当时看好多东西是，那不是家家都有。哦，是啊。啊，不是家家都有。当时我在，八零年、七九年那个时候吧。你有电视吗？没有，这出版社吧，只有。中国编辑部吧，只有一家有电视，它是个旧区的海北电视。每天大家都到他家去看电视。都到八几年时候，那就多了。那当时看到这个，还是在等于同事家的小电视上看到。这对对，这当时这不是，那是外界嘛，外线。那时候在哪里？在外县，外啊，还不在县，领导那小，我也搞不清是哪一次，他是因为他不是三大将都是冠军，我记不清是哪一个，反正在镇安有一次，晚上那激动的满院子人都在那看那个看那个电视，都集中那看电视，一院子人在那看电视，一下子一下激动的。他在八一年前后呢，就可能也是国门打开了，那时候流行出国热，学英语热，后来很多这个精英出国啊，那个时候，对，我知道你可能，那个时候咱们有很明的意识，因为啥，也学中文的，其实像那个时候的观念还是对那个学外语吧，还作用不大。学过外语没？基本上，他初中时学的俄语嘛。哦，那给你查啊，那给你查就行了。当时说的是，咱把中文都写不好。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那种意识。八四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开始通过那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量。对，当时应该也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上层的一个开始。对。那个时候是不是开始出现那个？应该是经商大潮，你自己身边有没有这个？那我在那边写了，有好多好多是朋友吧，熟人吧，也不叫朋友，熟人吧，人都经商了，都经商了，很快人就发财了。发财有好多，而且那个是有好多平常在单位，大家反正不大的回事儿的，还是那些人，那突然还疯狂的要命，疯狂要命，这都挺多的。下海嘛，下海。啊，那个是下，那个是正热，那是大部分人还是不敢动弹，那个是还不敢动弹，那个是都是那胆大人或者当时处境不是多好的人，就得下去。后来也一直没有，等于说你始终没有进入到那样一个所谓的下海，没有，那个是没有，还是应该是一直坚持一个文学的家。那个是挣钱，那个还是文学，还是写作，别啥都没想过。那时候文学也是啊，有爱这个东西，他这个
我关于干啥东西，包括就是你也是要喜欢那个东西，喜欢那个东西，或者把你逼的没办法，你想能差不多的，这就还是该写作，还是对象摸出来怎么写东西。嗯。后来因为到了1989年，那个时候就是时代此前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解思想的解放，各种运动。到89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一年的那个元旦泄露，就好像有一点预兆一样，就提到了这个正面的、反面的、积极的、消极的、欢快的、沉重的东西，都不会不可避免的继续。所以现在你想起来，因为那一年其实整个中国历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你来说，你们。他那个时候不是那几年，又是那个哪些是当时这个在这个事情之前，民主气氛还比较浓。对，然后是这个，因为大家开始有民选的一些领导啊，然后是选举有差给选举啊，然后选进去吧，经常有人把有人领导是选下去，有些没作为候选人把选上了，常发生这种事情。在这个时候，后来慢慢也是。他那个发生这那风波事情嘛，风波事情发生风波时，大家一下子活动，就不知道咋弄的，就特别想的。我印象最深，当时从文学方面、写作方面，当时就不知道咋给写了。当时就不知道。不知道咋写，因为后来东西你写，他不让你，不好写了。我当时就写那个，写了四个关于土匪方面的小说。对。而且后来发现，同时吧。国内好多人都在写这个遥远的，这事情啊，就不写当下一些东西了，不是写。这个，但是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过了不长时间就开始没让写了。就是当时那个状态，从80年代到90年代，突然一个转折，应该是能感觉到的。此前应该是比较酣畅，比较对，不是他这个还确实是从80年代以后吧，他还有个清水净水污染，还有反自由化，这都有过，这都有过。其实这一种，不停地有，也有80年代以后，社会突然，就是刚开放，然后启蒙之后的那个是严格讲。还不是特别开放，还不像后来说是，改革开放全部把这，真正代表改革开放的，就经济方面，从市场化以后，开放是思想解放，是解放思想的，解放思想以后，但是经济了就发展特别快的时候吧，就会出现这个，自由，清水净水污染啊，反自由化这方面的。实际上在这两场人，里边我都没见过名嘛，都没见过名。那时候最后还没出来。那怎么出来？那是因为什么作品？那一些短篇小说。也是被见名。也都被见名，做检讨啊，怎么着嘛，都有。那时候还很年轻，你的心态。三十多。对，受到批评以后，你的心态怎么样？对，那即使受批评也苦没疼，不知所措，因为他当时这种不了解情况嘛，当时社会的，他不像现在这个社会，实际上这更年轻的人吧，他不了解那种给你带来的那种可怕的后果。因为人都在体制内生活，因为而且是我父亲吧，作为好几年也打成过范冰冰，打成了一次范冰冰，我知道，包括我父亲也知道。这位高位置吧，容易犯错误，犯错误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时候还基本上，你犯错误，你这家子啊，你就彻底都不吃肉了啊。所以当时那种情况没有彻底，还没有彻底把它改变掉，所以人还都有恐惧吧，有恐慌的。所以就社会这几十年慢慢才进步起来。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人用通过各种方式能够生活下去。对。那当时就是90年代初有一个相对比较沉闷的一个这样的阶段，你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就写浮躁吗？那几年，93年浮躁就出版了，不是浮躁，是废都，对，废都92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没有啥背景，我说就是自己那个时候，咱们自己写自己的。对，那个时候那个哎，就是他提到，就是当时有很多电视剧嘛，也不是太多，有的叫《渴望》的电视剧，我都，反正我都没写过。你把那一看就对了啊！当时也关注，也看了，是吧？也看了，那是也没啥看，就没有啥啥电视剧，就那个配的还不错啊。实际上，大家也需要一个写个日记的东西啊，就把它都看。那个时候，排球女将还有那个，那个火焰甲，那更疯狂。对，最初的是什么霍元甲什么啊，那个什么侠球传那地方啥烂电视剧，那个是更火的。那时候有电视了，那是有了，那时候电视，因为这个社会引导吧，那个时候家家只要是买电视，就像现在人买车。对，那时候住房子宽敞吗？那个是不行，那个是不行，那个是住房。我今天租房，我才租40多平。是单位的。单位的。最初住的这家宿舍，刚开始没有宿舍，那是费的，都走的农民房的，然后给我费40来平，大破头子。对，大破头子40来平。当时已经应该到文联了吧？到文联了，念到文联，你这都是80年代中期了。80年代中期。然后一直到这个废房子，就是那儿废那个最后一次单位废房，就是县市银行还是不废房了，说给这个市政府的那个最后一次福利房，废房但是要缴钱了，原来废房根本是不缴钱嘛，啊，现在不缴，我是在这前边院子，前边院子，120吧，我记。120厂里面还扩大了些，好像交当时已经有4套房了。对。然后是一共交了3万多。那是哪一年？这就是哪一年了？90年。我搞不清哪一年了。2000年左右。啊，2000年。最后一次废房。啊。2000年。那就算你大房子了，当时。啊，大房。是最大的。对对对。从那以后，后来我就在那买了房，这房和那个废的房差一块盖的。过了几年吧，我就在这儿把这房买上。这个是多大？这是两。这是二百。到97年的时候，因为15年前后吧，就开始很多那个国外的大的影片开始引进中国，就是文化上还有一些影响，像《正传》《泰坦尼克号》啊等等这样的，对，《狮子王》啊等。你那时候对这种就是外国电影关注吗？哎呀，看，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已经习惯了，过一段就已经外国片了。你会经常去影院看？哎，我不到影院去啊，不到影院去，有些吧就是这个。开头还去，后来基本上是不是去？别人过来给你拿些片子带上，你来看一看。那个时候还是大家还都爱看外国片子，外国片子起码是打开一个思路吧，看人家怎么拍的大片的这些东西。最近有一个大片叫《悲惨世界》，有没有看？没有，没有。对吧？它是一个跟雨果那个歌剧版的啊，有然后是一个宗教，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宗教电影。把人的那个信仰和救赎。97年应该也是个比较关键的年份。97年年初是邓小平去世。对。你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听到邓小平去世的消息的那个情况？不是，邓小平当时快到晚年，身体不好。那个，实际上我那个时候还老操心。啊。那个那一段怪得很，那个每天睡觉睡得慌慌，是害怕一觉睡起来。不会发生啥事情啊！那几年一直是，后来邓小平就去世，去世后还有这种记录。我觉得哎呀，一个安徽人去世以后回家，下来怎么办呢？因为当时这个改革时候，他还有出现了好多问题呢，以后改革不好啊，就不知道下一步具体咋弄，还慌慌，但是后来我觉得可以，反正就是。改革还是啊，当时不是你香港回归前后啊，也香港也特别乱，而且不知道咋弄，大家都处于那种，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香港回归的时候也是。啊，那当然都关心，观看肯定都关心，都关心这些东西，因为他这个，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情。中国人啊，就是像你们这一代人对邓小平有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的东西在里边？反正当时去世人还是起码咱们悼念的起码沉迷了好长时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人也是一个了不起一个伟人吧，一个伟人去世了。当时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改革这一层意思在这里面，在中国当时要改革开放嘛，你也只能靠这种权威，只能靠这种权威来推进这个东西。对，九八年的时候应该是住房和分配货币化改革，就是那你拥有的第一套住房就是刚才说的那一套货币化改革之后120啊，就是前面就在中国这个楼前面啊，院子里啊，现在也都没去了。现在价格怎么样？现在是6000-7000吧。6000-7000，当时这房也是6000-7000。当时说的交了3万块钱是一部分还款吧？那一平就是不走是不走，我都不知道是多少，反正一共交了3万多。啊，我就3万6嘛，这3万几，反正就是，特别便宜，你就敢交一些钱。从此以后是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给你分房这种意思。那这个地段还是很不错。这还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批商品房吗？这是这商品房这我自己这套房买的时候是多少钱？这房卖的是3000一平米，3000那是哪一年？我都搞不清楚，就2000年左右。2000年左右，这个房子当时也算是比较先市吧，来讲比较贵的房子。他当时不2000以后了吧？就2001年2002年那两年。现在是多少？现在的话6000-7000啊，就6000左右。6000-7000。当时2001年对北京申奥成功，那时候印象深刻。当时在那这些大事情肯定难，主要就是，还不说是你是个作家，你是一般国家老百姓，在给国家干涉啊，老百姓都管的这事情。那肯定都高兴，哎，也不一样，实际上也不是多激动，就是知道发生这事情。好事情。你要叫我那观念，我都不主张一下，好像办个那是，我是像我是一个村的国事一样嘛，办个庙会或者就是玩呢。当时也把那宣传的话，后来那东西就是政治化，体育就是不光是体育了，体育带着很多的这个。对。政治的因素啊，或者是一个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这些对。02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就是现在回望当时胡温新政，胡锦涛、温家宝这一届就是上任，应该刚好也是10年了。这10年，你觉得我们的社会啊，我们在日本发生了变化？回答一下再说嘛，这几年嘛，非常公平。那当然，终于这个。改革进入这种轨道以后吧，它肯定是向前，成为是向前这个轨道的。当然，胡伟他这一届政府这一套班子吧，在他任职期间吧，遇的轨迹上给遇的危机特别多，事情特别多。轨迹上就是这个金融危机危机，周边这个人对这个中国压制危机，这个领土领海的。重大危机，规律呢就是灾难危机，一会儿是杀死的，一会儿或是水灾的、旱灾的，其实这都是完全。我觉得这一届班子也辛苦，也辛苦，也是总选评委都过了，评委都过了，但是同时他也，因为是也确实不容易，这一段正是中国这多少长时间。内外都有危机的时候，都遇到大事的时候，改革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也有很多人有一种感受，比如说10年前的时候，很多人会从体制里边，比如我们那时候会从一个体制里边出来，到体制外，比如做一份事情。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又开始要回到体制里边，考公务员等等。有些人认为这是从这个社会在这方面
国家层面上很强大的，但社会活力这方面并没有增长太多。对的，它也有国中，嗯，也有里边有国中原因，嗯，有国中原因，嗯，因为它这个你盖给水化以后，嗯，它确实好的这个社会这个，贫富差距问题啊，不公平待遇啊，还有一些歧视存在一些弊病嘛，它就导致你这个孩子九年的男都愿意到这个当公务员啊，他起码能给你保证嘛，嗯，能给你保证生下来都变化太大，到社会上变化太大。嗯，你觉得主要的变化就是这个啥事儿说变就变了，嗯，现在整个社会你，嗯，没有一个啥哪个单位是好单位嘛，嗯，你过两这两年好，过两年就不好了，嗯，你从事这个行业好，过两年就变了，嗯，政策就变了，嗯，形势在变，嗯，但是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十年前应该是 SARS 发生的，嗯，时候就是这个2003年的春天，我记得，嗯，最近媒体上都在说 SARS 十年的春天。对，你记得当时那个 SARS 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公共卫生危机报道之后的。对，那当时你对上海的影响？那肯定像你生活不方便他。嗯，那个时候这个孩子小，我母亲还在，我母亲在，当时最害怕就是染上这个东西，嗯，染上这个东西，当时你谁一染就完全是。隔离了，隔离了，你生死不明了，那是恐惧的。再一个是人为防范，说西安人防范北京人，像乡里人防范西安人，啊，谁不相信谁，就是这事。我记得当时我们报纸报道的是有人从外地回来了，结果就不能让他回家，对对，直接给他关在这个村子后面的窑洞里。啊，一般都是，所以说他那个。在那个时候认识一些熟人，嗯，也成为英雄，可以说很英雄。哦，他是西安市，我认识一个医生嘛，嗯，他是西安市什么防治的，嗯，他就去也去几个月，再接一下，跟咱们再接一下，哦，也有一年的代表我们是知道十三去了，对，啊，也脱皮去了，嗯，而且，嗯，自己那时候出门就不太方便了。他限制你不得到哪儿去嘛，你毕竟害怕了，到处都是传染嘛。当时你就在西安吗？就在西安，就在西安，我就在西安。2008年的地震对很多人影响。地震嘛，就这么这个房子。哦，当时在这个房子。中午的时候。睡觉，然后就把我摇醒了，摇醒来还没把房子全部都哭了哭了，全部都还起来。你的东西都掉下来了。大的多的，哦，上面。好像这都是宝贝儿呀，几十个那个罐子都大，木的摇的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当时，嗯，我在里边也写，我给你回答写，我当时去了厨房还跑，哦，其实跑着满楼子的跑，我楼下一个老太太跑不动，我其实一直跟着老太太，老了拍下来的。头跑上我俩跑最慢，最后人家都跑完了，包括楼再没摇，再摇我俩跑不出去。我寻思那小伙子都从我那。老太太给钱，啥也爬出来。我想老太太，你不进，我叫他们把手抓住，扶着那干个啥嘛，跑。我觉得那一趟我很勇敢。但是这个我下去以后吧，一跑下去就散了，这满街都是人。当时还有两朋友，快跑了寻我了。哦，因为害怕我都知道我捂胸口，我睡就这。是不得气了，咱们当时一个就是这个小卓，嗯，小卓跑上来寻我，嗯，那个是一般人都逃命是要寻死，这个王志平跑来，嗯，从他家跑过来寻我，嗯，电话打不通，没办法打，还害怕你窝着呢，窝着房子咋弄，嗯，我谁我救别人，别人救我这也好，嗯，但当时这个2008年这个地震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是蛮大的。当时因为我们也是在去采访，我是见到从来没见到那么多志愿者，各地的有农民，山东的农民开着奔奔车去，不搁家里卖都不知道是救助。当时你觉得那一年？他那也不在，啥东西这会儿贵呀，多少呀？你一说事儿才能看清，谁是谁这个人好，谁人不好啊？咱一说事儿了，这个贵呀，因为这个事儿包括在三市，你一说事儿以后。你才能看有些人，人性那个善，人性那么，他就都去了。
去看看，里面也有好的，表现不好的，嗯，啊，表现不好的也有好的感人的事情，嗯，感人的事情。那其实整个国足的一个大事。嗯2012年十八大召开，你个人、嗯、对这个，大家对新一届政府在所谓的推进啊等等方面有很多期待，我觉得知识界呀、啊，从上到下，您对这种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待？期待当然，那就那期待大着了。期待一个方面就得这个怎么里边怎么回答？嗯，首先我觉得清正这个社会风气，起码说这个。嗯，社会嘛，见到有清正之气，嗯，啊，清正之气，嗯，有诚信之，啊，嗯，有诚信，有，嗯，再一个这个把民生搞好，嗯，再一个能增加国威，嗯，能叫周围看，嗯，因为我这有时在想，你们现在就不管美国啊、日本啊、周围越南啊，还有周围这些人，你现在说你在中国某个，嗯，某个朋友在那么在人家谁做啥，人家都不相信。我老想为啥也不相信呢？这关一个是那个价值观问题啊，当时那个共产党是那红，我受了啊，那种国际关系，大年，在毛主席手里，是抹下那个事情，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事，发生的事情，所以一直你起码，人家老不相信咱，是吧？老不相信咱。你是再做出改变，所以一旦人家对你形成了固定看法以后，要改变这个固定看法，那飞机劲儿就特别大，特别大。就所以说，有时候也觉得咱国家觉得委屈的很，你他妈再老跟人家我跟人家没人信你，举起大咱不觉是国家那些事情嘛，要老想这个东西，像其实在国家，实际上好多东西它在无形就改变了，无形在改变了。但是现在也都为国与国的利益吧，互相也在那争吧，周边都在争。我觉得国家在这方面，起码改变好一些，决断一些东西。就是刚才你还是在谈到很多国家，就是这次呢，就是中国时代或者知识的，你就说这种家国情怀是很难消除，或者说是很难回避的。你自己觉得这个家里国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哎呀，我觉得因为咱从小受的这种教育，他就是也就是匹夫有责这一种教育多了嘛，都是起码尤其咱也算是知识分子吧，虽然不是说严重的那种，我从知识分子那种形象面试的，起码你是个专家，这方面我觉得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说再担当不了更多的东西，起码你有换那个意识自由的，要考虑这个问题，要考虑这个利益，所以又是对国家利益，咱也看得特别重大。另外那边那些那些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快速发展这一件，那确实经济快速发展，但是环境污染太大，啊，代价太大。再一个就是这个生活富裕，那城市社会诚信没有了，确实，诚信确实，人心坏，那啊，现在你是人人都不相信任何东西，嗯，人家对任何东西都持怀疑，啥，嗯，东西他都可以再给你胡来，就是，但是我只确实幸福，诚信确实也确实，你觉得这种人心层面的那种毁坏？对你的这种幸福感的影响大不大？那有时就生气的很嘛，你有时生气的时候，我觉得那怎么做了都，就是中国社会或者好多人吧，没极限嘛，没有极限，没有一个，经常也是把极限是突破了嘛，就胡干些事情，你想不来一些事情。这反正就是中国的新疆社会，新疆危机啊，这些危机，我觉得下功夫看自己老板，再不能那些形式化的东西，那些狂东西。你也是省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委员？来，站长。我政协委员，我这一届不是了，我后来管理，全国那个会了啊。
宣传是省政府的，省政府。今年的提案是跟这个环境有关吗？今年没有，我看你环境有关，那人家多的，那一个州的有你是不能重复嘛。我看你采访的这个接受采访的，你说的最关心这个PM2.5这个事情。哎，他这个有啥？这个东西那只是一个方面。这几年原来你说就是环境这个空气污染，实际上多少年一直都是这样。只是现在人这个有这种意识了，才觉得这够不能呼吸。其实咱就是一直那样呼吸过来，那个十来年了，一直是那呼吸过来。原来经常天就黑了嘛。那今年比较严重。那今年严重。去北京了。不是你越说越紧张，越说他是觉得呼吸都不畅了，就是。